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三月十四，诗篇五十九篇十七节安尼讲：我的气力啊，我要唱歌欢乐你，因为上帝是我的冠台，是我主爱的上帝。三个来祈祷，最愿冠台的主爱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对古早到现在，对现在直到将来，信息永无改变，主爱永无变化的疼痛上帝。主啊，在你的创造和立立中，我们能受托来管理世上一切，搁想事最理路的官兵给我们，我要深深献上我的感谢。主啊，风随自己的意思吹，雨水照自己的时降落，同样你也照你的心意来走在我。主啊，愿软弱的人要恳求你，想使我对你来的稳定和活命，因为你是我的气力，我要唱歌欢乐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冠台，是我主爱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祂是我们的冠台，是我们主爱的上帝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